是郡主殿下吗？ 叨扰了。有什么话，咱们还是下次再说吧。几句而已，不用很久。这会儿不太方便。不方便？啊，是方才吃酒，遇到一个唱曲的小娘子，这会儿呢，人还在我车上。我看郡主不如晚些到府上，咱们再详谈呢。 你个范闲，竟敢如此放肆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，哎，叶灵儿，小姐，你怎么卡血了？